玉儿啊，我其实没什么事儿，就是过来看看你。我知道我这些年一直忙公务，没时间来照顾你，是我错了，我对不住你。不过你放心，从今以后我会照顾你，玉儿啊。你娘不在了，还有别的事情吗？我没什么事儿，那你先休息啊。你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说，我安排人给你办。啊，玉儿啊，我让他们做了些衣服，打了些首饰，过几天送过来。我还在校期间，不便带首饰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一定会替你报的，那也算你对得起的。我义父不亲无故，就我一个亲人，他跟我相依为命。什么相依为命？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管。这些年一直忙着公务，没时间来照顾你。进来。少爷，有人给你送了一封信。啊，下去吧。是。担心你，谢谢你上次救了我。嗨，应该的。哥，这段时间都干嘛去了？这次我回来是想找你。你这次回来是想对付我义父的是吧？但是我告诉你，不是对付，是要讨回公道。东海，你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当我穿上这身警服的时候，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一个誓言，我要用生命来维护的，那就是正义。我相信正义的存在，只要我一天不死，我就要给雁门县老百姓一个安定的时间。我坚信我能做得到，不管前面有千险万阻，我也不会违背我的誓言，我绝对不会退缩。所以我说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这一点。只要你承诺的事情，不管多难，你都能做到。对不起，哥，你就不能放过我义父吗？我能放得过他。公道，人心放不过他。我求你放过我义父。
你只要肯放过他，我会劝我义父辞去官职，我们从此不会踏入雁门县半步。我会把他的钱全都捐了，我们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。哥，我义父是我的亲人，也是我的恩人，我不能让他出事，求你了。那别人呢？被他害得家破人亡的那些人呢？东海，他不仅是你的义父，他更是雁门县的父母官。好，你一定要要他命头啊！把我的拿走，父债自还。我愿意替我义父受罚，你替得了吗？这是一笔良心债，他应该自己还。我和你是兄弟，我、你、小陈、国华、小强、小赵、小龙，还有那么多死去的兄弟，他们的仇谁来报？你没有证据，我有。正，哥，谁都知恩图报啊，有的人他值得帮，有的人他就不值得帮。好人呐，不一定有好报。我不信。娘，对不起。娘，你说的没错，不是所有人都会知恩图报的。如一书恩将仇报，我也一定要让他尝尝被身边人伤害的滋味。我知道你不希望看到我这样，但是当初那个单纯善良的鱼儿已经随你去了，今后的我只有报仇两个字，我会不惜一切代价杀朱一书，血债血偿。我能放得过他，公道，人心放不过他。他不仅是你的义父，他更是雁门县的父母官。我、你、小陈、国华、小强、小赵、小龙，还有那么多死去的弟兄，他们的仇谁来报？求你，求你放过我义父，一定要要他命的话，把我的拿走，父债子还，我愿意替我义父受罚。
还没睡啊？我长这么大，从没离开过家，突然来到这里，睡不着。坐。你呢？好像有心事啊。我在想一个问题，可是怎么想也想不通。什么问题？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想想主意。朱大哥，你怎么了？一边是我义父奉行20多年的信念，一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的人，选哪边，我一定会受伤。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办？东海，人只有失去以后，才会明白一个道理：只要自己最爱的人能活着陪在自己身边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他是不是坏人，他有没有走私贩毒，都不重要，只要他活着。我不懂什么大道理，也没有奉行多年的信念，我只知道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失去最亲的人。就像现在，我只想给我娘报仇，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。我不知道你最后会做什么样的决定，但是我只想告诉你，不要再一切都无法挽救的时候再后悔。我娘死之前，我一直在跟她怄气，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。你知道我有多后悔吗？这是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遗憾。所以我不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会像我一样。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，刘老师就告诉我，身为一个警察，有两个字必须刻到骨子里，融进血液里，这两个字就是公道。可是现在看来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实在是太难了。你要为了这两个字，为了公道，去维护一些和你不相干的人，去伤害一些对你有情有义的人，甚至可能要毁掉一些美好的感情。公道，有时候想想啊，未必对自己都是公道的。公道二字，它可以拆开来说，公是公正，道是大道。只有公正的坚持大道，才是真正的公道。现在困扰你的都是一些小情小义，只有克服了小情小义的人，才能真正的成为有情有义的人。只有这样的人，他才会想到天下，想到苍生，而不是他自己。你不是曾经跟我说过吗？你抓曾大哥，
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安心。现在不就是这样的道理吗？你伤害了一个，或者是几个，你觉得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人，可是，这却保全了大家，免得大家受到伤害，这有什么不对啊？反而我觉得，这样才值得。什么？西北双煞全完了？这就是你说的绝世高手？这朱一书才几个人呢？我可把全县的警力都交给你了，现在连武林高手都用上了，结果呢，朱一书的同伙劫了法场，现在人影都没了。我说程局长，你这个警察局长是怎么当的？属下无能。你，哎呀，算了，朱一书诡计多端，武功高强，同伙又多，一下要剿灭他们也实属不易。程局长公务繁忙，精力有限，偶尔出个纰漏也是在所难免的。不如这样吧，我让东海尽快去治安大队上任，也好替你分担啊。谢县长体恤。从今天起，全县警察治安大队全员出动，全力追捕朱一书。还有，从雁门到省城所有的关卡，给我派人盯紧了。我不管过程，只要结果，抓不到朱一书，我只能唯你是问。是。来，天大。好。来。行吗？好，走走。站长，哎，过来，过来，认识这个人吗？不认识。好吧，走吧。你，过来。长官，结果吗？没有。走吧，走吧，站住。哎，走吧，走。你过来，站住。不像，走吧，走吧。这位爷，您多久没来了呀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来了吗？怎么样，想我了没有啊？想你了吗？走走走走走，走走走，回见啊！天出来呀！哎呀，程云轩已经有了异心，这可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主。他既然有了反意，就不会让我们痛快了。就算是为了自保，东海呀，你也得尽快振作起来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我比你了解他，他都敢对你下手了，那对付我也是迟早的事。狗果然就是狗，生不出人的心眼来。你先别管他是人是狗，义父从前不逼你，那是因为情况还不严重，我还能控制得住局面。现在不同了，程云轩反了，朱一书、曾石洛还没抓到，义父是腹背受敌，有点力不从心呐。咱们手上没人不行啊，你得尽快接手。义父，你以前做过的事情，都有谁知道？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就想问一问。一般的事情我不会出面，都是让程云轩去做。要说知道，也就是程云轩、焦亮、崔月娘，老山羊估计也能猜到一点。还有一个就是已经死了的邢德义。邢德义，哈，停！啊，胳膊伸直。哦，腿，腿，站稳点。好，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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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停！啊。就你这样练，你还练什么练啊？胳膊伸直。哦，
碰。大王，珍珠别练了，喝点水。太好了，快来，我都快渴死了。来，来，哎呀，你慢点儿，哪像个姑娘啊？你少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？我要是像个姑娘，朱大哥还有你什么事儿啊？就是因为我得了便宜，我才好心提醒你，不要让另外一个朱大哥也便宜了别人哦。告诉你啊，再不相信你了。哎，大姐，我觉得七夕阁姑娘她说的也没错呀。哎，我说，你个小毛孩子，你懂什么？你别跟人瞎掺和，去去去，一边待着去。我不懂，曾老大总懂吗？你站住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曾老大也这么说过。他真这么说？嗯。这个死石头，臭石头，等他回来，看我不修理他。怎么就不像个姑娘了？要不然，我再帮你打扮打扮。你信不信我抽死你啊？还打我？我抽死你！你还跑？你别！你别打了！我抽死你！我开玩笑呢！消消气儿啊！大姐，大姐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大姐，珍珠，消消气儿！你要是那么在意宗大哥的话，就自己问他去。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啊！去去，有你什么事儿？去一边待着去！哎，走，大姐，一边待着去！大姐，谁在意你？程云轩心里非常清楚，让季东海去治安大队，只是他和庞德坤之间战争的开始。他和朱一树的相互残杀，只能两败俱伤。最终，庞德坤收获渔翁之利。程云轩知道，自己已经被逼到了绝路，他不能坐以待毙了。东海，我都打听清楚了。邢德义的尸体是被程局长的管家给处理了，当时可能天太黑，乱葬岗有点瘆人，他们两个一害怕就把尸体随便扔了一个地方。没埋吗？没埋。你说邢德义会不会没死啊？这个不可能吧？怎么不可能？杀我的那四个人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？过来。嗯。好。看看这个东西。哎呦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县长。知道你喜欢枪，特地弄来的。这个特别难弄，两把，一把给东海，一把就是你的了。喜欢吗？喜欢就拿去。这玩意儿太稀有了，我不敢当啊。前段时间那事儿我没办好，属下当不起啊。拿去吧。啊，哎呀，瞧你这劲儿。俗话说，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，更何况偶尔一两次失手，那也是理所当然的，不必计较。最最重要的是，你是明白人，
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什么可以当真，什么不该当真。哎，为县长效力那是应该的。就拿上次的事儿说吧，你看东海在兴隆客栈闹得不像话，你逼不得已拿枪指着他，可是你回来跟我说了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是不会走错路的。是是是，属下我只对县长一个人忠心，总之县长您满意的人我是绝对支持，您不满意的事儿我坚决不做。焦亮啊，你越来越会说话了。那我还得多谢县长的栽培。县长您放心，我以后就是您的眼睛、耳朵还有枪。好，小亮啊，哎，这个是新的联络人和地址，这次的货我要你单独去送，不必通知程局长，如果有需要你可以找老山羊帮忙，事成之后程局长的那一份你说了算。县长放心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这个带走啊。哎，好，谢谢县长。兄弟啊，房子已经给你准备好了，还满意吧？谢谢局长，都安顿好了，非常满意。哎呀，属下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好的房子，又大又气派。局长让您费心了，我实在是过意不去啊。以后就不要跟我见外了，我程某人做事从来不先想自己，我要先想的是我身边的自己的兄弟。是，不像有些人一味的为了自己的儿女拿自己的兄弟不当人看，你跟这样的人干你能安心吗？啊，不能，绝对不能。房子弄好了还需要置办些家当还有其他的，这些钱你拿着。局长，您已经给我太多东西了，这多不好意思啊。我们出来混为了什么啊？让家里老小过得舒服点，以后啊不要跟我客气。那就谢谢局长了。哎，今天让你开开眼，县长送的。哟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在咱们整个雁门县这东西也没几把呀。大哥，嗯，县长这么器重您，您可是要发达了。你懂个屁，你拿着这玩意儿你不觉得他烫手？哼，县长这是跟局长掐起来了，他拿这东西收买我那是想让我跟他一条心。明白了，那大哥你想好了怎么办了吗？哼，谁的底子厚我就跟谁。哎，老七啊，哎，你可得放聪明了啊，一定要跟对人，你要是跟不对人脖子上这玩意儿就不牢靠了。明白了。行了，说点正事，你去通知老山羊让他在春义堂跟我碰头。是。
杨队长。哟，岛西，你怎么来了？焦爷让我来，请您去春义堂一趟，说是有事找您。焦爷找我？对。哦，那好，走吧。行，好好走。焦亮呢？刚进去。老山羊他是焦亮叫来的。你是说他们俩约好了一起过来逛窑子？我倒是觉得不太可能。老山羊啊，他也不好这一口，他们俩肯定有事儿。进去装喝醉。走，你真行。来大哥，喝呀！哎呀，来，这不错，我喜欢你啊！哟，二位爷来了，要不要姑娘陪呀？找两个人陪我们，我喜欢你，别等着，多找两个，行，多叫两个。好，还能再好点，给你背着。来，小心点啊！来，注意脚下。来，搭把手。来，使劲往上搬，走。哎，行了，再麻利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，哎。手快点，动作都麻利点，快点，哎，快点啊！哎，杨兄弟，搞得怎么样了？快点，差不多了。啊，那行，你到那边看着，我去这边。啊，那我去那边。好，注意脚下。你们把货都放好了啊！停了，哎，绑结实了啊，别半截掉了。走。你们治安大队要配合警察局的工作。把雁门的所有路口都盯紧了，我们要在雁门县形成一张大网，只要注意书一出现就一网打尽。是。另外呢，跟注意书有关系的人也都给我盯紧了，尤其这个甄老栓。局长，姬东海应该是治安大队的姬大队长，刚才带人来了，他带走了好多人和枪，我们没拦住。治安大队队长姬东海，欢迎局长莅临指导工作。陈局长，您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？姬东海，你是不是想造反呢？公然到警察局又抢人又抢枪，你疯了吗？局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人和枪本来就是我治安大队的，当初是您借的，我要回来是理所应当的。再说了，从流程上我也没什么不妥啊。局长，你怎么能说抢呢？啊，还有啊，这里呢有您当初的签字，白纸黑字，您身为局长不会抵赖吧？那应该说一声吧，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去抢，你把警察局当成什么地方了？还有，你上任之后为什么不向我报到？你眼里还有我这个警察局长吗？局长，
这件事情呢，可能的确是我考虑的不够周全。当时我去找您的时候，您正在忙，我又急着恢复队里的工作，就没有去打扰您。也的确是考虑不周啊。刚好您来了，杨副队长，到，集合所有队员，让局长训话。局长，您看，你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是。集合，都集合了，快点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都站齐了，快点，都精神点啊！一会儿局长要给我们训话。东海啊，咱俩过去好像有点误会，那事儿都已经过去了。你我现在可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我们俩可不能起内讧啊。有句古话叫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对敌，以防朱一书反扑。可是你现在啊年轻气盛。局长，属下受教，您是咱们警界的老前辈啊，还请局长移驾到院内给所有治安大队的警员训话吧。请局长训话。大家都是治安队的老人了，规矩大家都懂，我就不用多说什么。我季东海来这儿只有两条，请大家务必终生铭记。第一，这个治安大队以前没有人当家，章法乱了点也就罢了，现在我季东海来了，就不允许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。如果以后让我发现谁不遵守法纪，那就不要怪我翻脸无情。这第二嘛，也请大家务必终生铭记。既然大家身为警察，就要对得起身上这层皮。听到了没有？是。
海风呼啸，流沙漫天，月黑风高，风卷流沙舞，仿佛海浪惊涛，独自向前一路奔跑，暗流在汹涌，遍地泥沼，不惧万难千招拆招，这一路艰辛有谁能知道，总有千险百折不挠，持一双慧眼，仰过看